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来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刘克孙的演艺人生。咁上次就同大家分享到刘克孙嗰个拍戏，就同分享到1936年啦。咁今日开始就讲1937年啦。咁1937年佢拍嘅电影就包括有《老婆皇帝》《春花秋月》《妻多夫贱》嘅续集，《有女怀春》《时势造英雄》《谁知个酸甜苦辣》，跟住1938年就有《错点鸳鸯》《风流才主》。战士情花、紫霞杯、舍子凤姑、女战士、广州一妇人的续集、周氏反嫁、柳曼玲、太平洋上的风云、黑米养家姑、花心萝卜的大结果、叱咤风云、败家仔、血肉长城、花心萝卜、苦尽甘来、好女十八嫁、难得有情郎、粉妆楼、女经理、咬碎灵芝、桃花将军、拉车被褥、琵琶行和三娘吸水等等。然后就1939年了。1939年刘克孙就拍过《大破白莲教》、《女侠红蝴蝶》、《三戏白菊花》、《美人局》、狸猫换太子、包公夜审郭淮，咁佢就梗系做郭淮啦吓。三审玉堂春、背解红罗、红拂女私奔、春情烈火、桂枝告状、口花花、红花女侠、打劫阴司佬、万里行诗、棺材精、三度九龙杯、胭脂马、萝卜救母、香江花月夜、30年苦命女、坦几、食人太太、方世玉二卷之胡慧乾打机房，仲有济公活佛、烈虎报夫仇之三司会审、三戏宣王、火烧少林寺、瓦岗寨、姜太公、技嫂坟、南国紫梅花、大闹三门街、夜光杯、凤娇投水。咁跟住呢就1940年啦。1940年刘克孙拍摄过嘅电影就包括《小英雄》、《慈禧西太后》、苦笑琵琶行、方刚女侠的第一集、大破韩家庄、紫梅花、中国杀人王、穆桂英。咁穆桂英里面佢就做招赞、歌长未影、插翼虎、抗周顺武桥、慈云走角、范梨花移山倒海、
花公花婆，梅花落，强盗孝子。咁跟住就1941年就有多情燕子归，银枪道，彩凤垂鸦，喜事重重，人去楼空，古屋情魔，永春三娘，孤儿救早记，锦上添花，侠盗锦毛鼠，罗通扫北，国难财主，一代艺人。咁跟住咧就系1943年，咁1942年咧就冇出品嘅，咁可能系因为战事嘅关系。咁1943年亦都只系拍过一套戏啫，咁就系原段曲中。咁1944年亦都系冇出品，咁亦都系应该系战事嘅关系啦。咁1945年啦，就拍咗一套戏《大地儿女》。1946年又系拍咗一套戏《闪电姑娘》。咁跟住1947年就多翻啦。1947年就拍过《洞房花烛夜》《鬼马劈王昂口爷》《危城蝶女》。周身胆闹广州，跟住就是藕断丝连，我为轻狂，晴天血泪，辣手蛇心，身白金龙，卖肉养孤儿，情深恨更深，虎凤莺莲，咁呢套应该系马思曾做主角噶啦。怪侠独眼龙，借尸还魂，红楼鬼影，沙三少与忍者，飞金刚大战牛魔王，咁呢套就1948年噶啦。咁跟住都系1948年嘅。戏迷姑爷，武松大闹狮子楼，步步高升，金镖黄天霸上集，江湖奇侠第三集，刁蛮公主，太太万岁，江湖奇侠嘅续集，审史官。跟住就金镖黄天霸的下集，荡妇云归，雷劈好心人，欢天喜地，情侣种情花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本地状元，十三妹大闹能人子，吉人天相，满天神佛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刘克轩嘅演艺生平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休息下先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M 频道。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刘克轩嘅演艺人生。好，拜拜。